係冇嘅。本身諗住嚟到都係跳舞仲好緊張，但係嚟到望到有應援牌啊嗰啲，好開心。多謝曬各位嚟，今日真係好開心。其實一路以嚟都知道有一班好支持我嘅 fans 啦，亦都好感激佢哋今日嚟啦。然後見到佢哋咁大聲咁嗌我個名嘅時候，係好開心，同埋真係好感激佢哋。因為因為節目，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因為咧我哋個節目仲未出街嘅時候，已經有一班咁好嘅 fans 係好開心嘅一件事，係啊，所以好感激佢哋今日嚟支持我。我都冇 expect 到有咁多嘅fans 朋友啊嚟支持啦，見到都有唔同嘅燈牌啊，唔同嘅 design， 都多謝大家咁用心去準備俾我咁樣咯，係啊，所以多謝曬。有冇呢個粉絲即係 fans 嘅？我哋已經有 fans 級嘅，唔同嘅 fans 級嘅，係啊係啊。喺個我記得好像是在那時候記者會線上記者會的時候已經有一個很好的Min啦，離開幫我開了個 fans club 啦，然後已經成啦，是啊是啊，還有很多不同的 fans account 啊，他們很給心機畫了很多的畫啊，寫了很多的東西啊，我全部都有看，還有真的很漂亮，所以很感激他們。有沒有了解過多人？有沒有了解過多人？那實有的，我自己有睇一睇，我冇了解幾多人咯，但係好似有四百幾個 follower 上去 IG， 個 fans 級嘅，然後我好似數個 fans 啊，好似三十個到，係咯。兩位就有冇 fans 級？我都有，都係近排出咗一個 event， 跟住之後有一個 fans 嚟咗現場同我影相，跟住之後佢有同我講翻話支持睇咗全民造星，好支持咁樣，就幫我開咗一個。好開心！有啊有啊，我個 fans 名叫方包，係啊，方包。有咩中意方包啊？因為我叫方志雲啦，咁我由中學咧花名咧都係由方包方包方包，咁我就將呢個方包最親嘅名咧就俾咗佢啦。因為我叫路飛啦，係一個日本動漫嘅一個角色啦，然後我嘅fans 嗰啲名咧就叫做水手，因為我係船長。我都有 fans club 嘅，但係咧我就未有 fans 嘅名嘅，係啦，因為佢哋都有問我意見啊，但我諗唔到啊，我中文名又好似好翹口咁樣，係啦，跟住所以就暫時都仲未有 fans 名，大家都可以幫手諗下。Thank you。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记得揿埋个钟仔啊！